又，这个又还是《智度论》里说的，舍利弗是佛右面弟子，啊，佛的右手。目犍连呢，是佛左面弟子。这个表法的意思很深呐、啊。就好像一个人的双手一样啊。目犍连、舍利弗是阿弥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双手啊。双手万能，无私不办。尊者神通甚广，例如举一尘十种，上升梵天。这是一个例子，啊，这个例子是琉璃王灭世家族。这个故事说明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，佛也没办法。啊，这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。啊，释迦族跟琉璃王啊结上缘了。释迦族是捕鱼的人，是一群渔夫。啊，琉璃王这一族呢是鱼。那一个很大大的池塘，里面鱼很多，这鱼是两个族群。啊，这捕鱼的人把这个池塘的水放干了，这鱼一网打尽，全部捕捉了。这个鱼的网，啊，觉得这个族人太可恶了。对我们造成灭族的灾难，啊，存着有报复的心，这也是又碰到了，碰到什么？他们做国王，是一个大国，啊，圣家是个小国，他们来报复，啊，把释迦族啊灭掉，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事情。拦不住啊，这因果啊，佛都没办法，佛只能够劝导释迦族逃亡，逃到别的地方去，避开这个灾难。所以释迦族的人就逃到了西藏，啊，翻过了喜马拉雅山，就到西藏，后藏就在那边落户了。以后没再回去，啊，所以释迦族的人也变成中国西藏人，啊，这个故事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啊，释迦族的后人在西藏后藏，啊，这个族就被他灭掉了。那么目犍连他有神通啊，他把这个尘举起来放在他钵里头，送到梵天，就是初禅天，这块避难了，啊，以为救了这一尘人了，世尊就告诉他，你再去看看你那个钵里头。啊，他取回钵一看，钵里头一盆血水，啊，
世尊就告诉他：“冤冤相报啊，丝毫不爽啊！再戒难逃，逃不掉啊！那你是不错，把他送到大梵天去去避难，还化成血水。所以说，中国古人讲的话有道理：再戒难逃，啊，躲不过，逃不掉。”那你何必逃难呢？啊，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念佛呢？念佛能消业障，念佛能化解灾难。你不相信啊，你还要逃。错了。啊，遇到大灾难，真正忏除业障，啊，知道啊，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，免不了杀害许许多多众生，造作很多罪孽，都是由于无知啊。现在学佛明白了，觉悟了，啊，认真忏悔，后不再造。希望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，啊，希望我们一同来修学，同生极乐，同证菩提，啊，不再搞冤冤相报了，多半都能接受，啊，接受这个问题就化解了。啊，所以我在早年，在台湾，赵恒提的儿子想出来竞选，他来问我，啊，我就告诉他，可以，民主时代嘛，怎么不可以参加竞选？但是你动机是什么？你要是为你个人名闻利养，啊，做个高官，这么意思，啊，那就没有必要。如果真正发心，我有这个地位，这个位置，我可以为人民服务，多替人民做一点好事，那你应该去。这就对了，选中了，人民有福；选不中了，自己有福。为什么不要操劳啊？你不就有福报了吗？啊，无事一身轻啊！啊，多好！啊，你没有得失的这个念头，啊，这样就可以做。以后他去竞选没选上，我说你有福。啊，我在澳洲遇到，我也是这么叫他；在马来西亚遇到，啊，都是叫他。选举的心态非常重要。啊，起心动念呢，鬼神都知道。先守过失的《还愿观》上告诉我们，我们念头才动，这个信息就传到遍法界虚空界，通通传到，一念才动就传到，速度之快无法想象，啊，比光比电快多了，太阳光到地球8分多钟。我们这个因念变法界，心的念头，啊，身的念头，身体是物质，物质是波动现象产生的。它每一个波动现象，每一个波动，就是
1600兆分之1秒，也是传递变法界。为什么称信？啊，信没有距离，就是它没有空间，它没有时间。啊，所以它一念就周遍。啊，于是我们起心动念，佛菩萨知道啊。啊，只要是明心见性的人，全能收到。那明心见性有多少？无量无边的，没有数目字的。啊，能量小一点的，像菩萨，这个神通的能力比不上佛陀，阿罗汉比不上菩萨，天人也有神通，比不上阿罗汉。啊，但是他们有，我们起心动念鬼神知道。为什么？他近，啊，他有小通。啊，时间近的，这个地区不太大的，这里头的鬼神都知道，一个善念没有不加持你的，没有不帮助你的，一个恶念，他们不会加持，不会帮助。有没有人帮助？有，有那些罗刹、魔鬼，他们专门干坏事的，看到你干坏事，他喜欢。啊，你搞贪嗔痴慢，搞杀盗淫妄，他欢喜，他来加持你，帮助你造罪业，也就是帮助你堕地狱。他来是接引你到地狱去的。啊，学佛的同学对于这些离事啊，都得搞清楚。不搞清楚，往往上当啊。啊，要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。真假啊！我们这一生走一条正道啊，不要偏了，不要邪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只要在正道上走，没有不成就的。成就的大小，完全看自己的心态与精进。啊，那么这第一个故事是琉璃王灭释迦族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他举三个例子：外道以善，置之不动。啊，这个也是目犍连实现的神通。啊，这外道能量很大了，他以善。哎，他能叫这个山呢定在那个地方，外道用什么神力，这山都移不动。第三个例子，降伏毒龙等等，太多了，难以举述啊。啊，真的，他的神通故事说不尽。我们再看第四位，宗门初祖。啊，慧寂
夏林老这个上首啊，只立了五个人，不多。啊，原译本里头啊，有列30多个人，啊，汇集只选了五个，五个代表了全部的佛法，啊，迦舍代表禅宗，宗门出祖，尊者迦舍，迦舍性也，此以为呀归和荧光。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名毗波罗也是庶民，因父母导于该树神而生，故用以为名。啊，古印度在树神里面祈祷生子的这个风气很深。啊，很多人都在树神祈祷，啊，这个也是的，啊。尊者，乃大富长者之子，他家里富有，啊，这是生在富贵人家，能识大才。这不容易了，更难得的修头陀大恨。头陀是苦行啊，大富长者能舍财，能修苦行，这个太不容易了啊，真正是僧团里面最好的榜样这才能证道，这才能成就啊！啊，为大人所使，啊，大人、高人、修行得道的人、正果的人，他们所赏识，他们赞叹，啊，故名为大迦舍。以别于同时的三迦舍啊，同时还有三个迦舍，一个是舍利迦舍，一个是童子迦舍，一个是童女迦舍，所以称大迦舍，不是这四个人啊。又迦舍翻译成归，法华文具云，其先代学道，灵归复先土一印，从德民族，故曰归世。啊，这是早年他的祖辈修道，感应灵龟啊，覆土，身上背着土图书啊，经书这一类东西来送给他，有这么好的一个感应啊，所以就以龟为祖的名字啊，这个归也叫迦舍，这迦舍有归的意思。又云荧光啊，这个迦舍还有这个意思啊，荧光应语毗婆尸佛时为野经寺，这是过去切佛第一尊佛啊，毗婆尸佛
毗婆尸是释迦佛之前第七尊佛啊，这个时间就很远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大家世尊者啊，是一位冶金师。像现在呢，做首饰的这个行业啊，金饰与一个贫女共以黄金庄严佛像，啊，在佛像上贴金，这个风俗在泰国很盛行，马来西亚也很盛行。啊，佛殿里面大家买这个金箔去贴金，真的往佛像身上贴金，随便哪里贴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大乘教里面，这个贴金是叫你行善，叫你持戒，叫你修定，这叫贴金。他们的真的买金箔去贴金，啊，这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啊，看到，啊，有这个风气。那么这是庄严佛像，自而以来呀，九十一劫深入黄金，光色晃耀，眼蔽于色，故云荧光。啊，那么这些都讲的感应。啊，从此以后啊，九十一劫，生生世世，他身就跟黄金一样，啊，放光。身上有光，啊，而且光很亮，其他的光色都被它掩盖了，啊，这叫隐的意思，啊，隐指吞，光吞住色，就隐光的意思，就它的亮度比别人大，啊，譬如白天阳光普照的时候，我们点个蜡烛。点一盏电灯，没有看到它的窝光，啊，被阳光所吞没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他身上的光啊，有这么强，啊，能够把比他弱的统统遮覆遮盖了。下面这介绍啊，他的德行。尊者头陀恨地，头陀者梵语，啊，中国的意思抖擞淘汰，有这个意思。一十二行，啊，就是十二种头陀恨，把尘劳烦恼放下，淘汰就是放下。这十二行里面呢，这里写出来了，名字写出来了。第一个，他住阿兰若，阿兰若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极静处，标准。牛叫的声音听不见，啊，古时候修行都在山里、野外，啊，野外有村庄，有农民居住地方，农民都养牛，啊，牛叫的声音很大，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以这个为标准。这叫极静处，啊，好修行，
没有干扰啊，避免干扰啊，现在避免就困难了。为什么呢？噪音太多了啊，车的声音，飞机的声音，啊，这个都市的建筑，这些机器的声音，啊，都比牛叫的声音大多了，啊，真正是噪音。现在找寂静处不容易。第二呢，常行其事。每一天到外面乞食，这是苦行。第三个呢，次第乞，这是乞食的规矩，没有贪心啊，只托钵乞家，要看人家给你这一钵饭够吃了，你就满足了，你就得离开了。如果很少不够，我到第二家。啊，第二家一点点还是不够，可以托七家。七家以上不许过了。如果七家都托不到呢，你就回去，不能到第八家。啊，托不到没关系，有托到的人呢，分给你吃。啊，所以托钵不是自己托了就吃，不是的。啊，那有人托的饭菜好，有的托的饭菜差，这不公平了。啊，所以佛家的是利和同均。啊，怎么办呢？错了，通通回去。啊，回到树林里面，大家把这些饭菜汇合在一起，你吃多少再去拿多少，所以叫一钵千家饭。啊，托钵的人有多少啊？佛的常随弟子1255人，这不就是千家饭了？再分到吃啊，啊，所以今天讲共禅呢，2500年前佛教就是共禅啊，真的共禅呐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利和同均。啊，佛托钵托回来之后，也跟大家分在一起，真平等。啊，这是佛的制度。啊，第三个叫次第事。啊，有规矩，有礼貌。啊，其实不能敲人家门，所以带个锡杖。啊，锡杖就是乞食的时候用的，在门口，锡杖一摇，哎，里面人听到。外头有摇锡杖的声音，有出家人来托钵了。啊，要预先准备好了就送出去。啊，那么锡杖是另外一个是防身的。啊，在野外行走，免不了有野兽。啊，要作为防身。第四个日中一时啊，不过日中啊，日中是太阳啊，在中午的日正当中，古时候出家人对这个非常重视
啊，日中用什么东西测度呢？啊，西藏可以测度，西藏处在那里看太阳。啊，这个影子是西藏的影子，是不是在正中？过了正中就不吃了，一定是在日中之前。啊，日中之后不能吃，不是过午，不是。啊，午时是我们讲的11点到1点，2个小时，这是午。是过中不是，不是过午不是。啊，所以现在讲吃午啊，这个说法有问题。啊，还是要从经上讲的日中一时，这个是对的，啊，不能讲过午，过午那过1点钟，啊，1点钟过后才叫过午。第五呢，节量时，节量时的意思，不能过饱，不要吃得太饱。这个对于卫生有关系啊，过饱人容易昏沉啊，不吃肚子空的，他心里发慌啊，所以佛家讲的不饥不饱，要调到这个地方。啊，那么能够吃到6、7分就够了。啊，这叫节量，很重要，对身体健康。第六呢，过中不饮浆。啊，可以喝水。浆是有沉淀的。啊，像豆浆，它会沉淀。啊，它有渣子，凡是有渣子有沉淀的都不能吃。啊，牛奶也有沉淀，啊，水也没有沉淀。啊，蜂蜜搅在水里头没有沉淀，没有沉淀的可以吃，有沉淀的就不吃。